我家里啊现在其实可以玩。我先来把泽拉斯的。我想一下，我泽拉斯能不能在白金特别好 C 钻石什么的，白金钻石。管不住我的哎，兄弟兄弟兄弟，我操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忘了出杀人戒了，我操！心态崩了。我操！这你妈这么肉，这几个盾啊？死！哎，人头给我，人头给我！死！我起飞了！哎，我刚刚为什么不买个杀人戒再出来呢？凯旋回血！你死了呀，小伙子！一个意义中，我操，长命的人。好走一次次，我这就死一层黑暗头哥了。我刚出来为什么不买个杀人戒？心态崩了。他们将因我而亡。我他妈吃屎的吗？我是这什么态度？我会让你见识一下。找死！你找死！打不进！我操，拿枪护驾来迟，反正枪哥早点来呀，我就死不掉了。真没闪现了，我第一时间我E不能乱用啊，因为我EQ这个锤是死不掉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先 Q 他一下，然后我再 EQ， 然后就他就死了。如果我直接一个 EQ， 他可能就跑了。还行。去死！死！
我操！我伤害好高啊！给他吃，我身上有蓝 buff， 一个 E 中皇子，一个 Q 接个 W， 当场暴毙，人傻了，五号是伤成这样子的，还亡死。哎，我操，完了，对不起，我摁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摁错了，妈的这个，哇操，我大招没摁好。我操，奥特五千这样子，亡死了。你能走吗？你觉得你能走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觉得你能走呢？两炮带走。我操，26层伤，黑暗手指。我从来没跌到过这么高。给导女警提个卡，然后我就走。大冒了！我操！我大冒了，兄弟！你们看好，待会这个万豪是怎么死？你们看好这万豪是怎么死？我直接现在找他单挑，我一个 EWQ 他不死，我他妈吃死！他不死我死，可以吧？2300血，你在我面前就是个笑话，你有本事继续推！好家伙，你真敢啊！那个小五就能看到我，哎，算了，同样我打不到，哎，算了，哎，我可能真的两不死他，我可能要先补一个 Q， 哎，完了，死。一个 W 走好不送你，我一个 W 砸了1000多，我操！你看我一个 W 中心位置就1053了，加上我的炉灯1200，加上我的黑暗收割1500，我操！哎，开个玩笑，小伙子，对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抓紧刷的越快，兄弟别怕，我来，一个 W 枪，一个 E 的，一个 Q， 我走，开个玩笑，走，你退下，这女警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女警什么意思？什么态度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哎呦，开个玩笑。大龙吗？哦吼啊！我就是他妈天雷，好我天雷，嘣！难喝，回家不发宝钟啊！哎呀，早知道再打点钱了，你可以就复发宝钟，走路还快是不是？但是我如果再打个100多块，我回家出个那啥，出个500块的药剂，你们更牛逼。一个打龙，一个 Q， 我黑暗收割都能打300血了。天雷一炮，我操，竟然没死，小伙子死了你了，哎呦没死，哎，我操，他妈吃死了，这人，哎，这家子不用了，这个人完了，我的 KDA 下降了，不然我可能会很高。
这感觉好舒服。你们信不信所有人的输出都没有我一半？四万二，我操，这寒冰居然有26000，什么鬼啊？